挑着担，我牵着马，一来二去。Hello， 今天是可爱的温柔小姐姐。今天这个妆面呢是干将莫邪里面莫邪的一个日常版。我之前出了很多游戏的仿妆，但是感觉参考的意义性并不大，没有人正常情况下会画成那样，对不对？所以今天画了一个比较日常版一点，可以出门的那种。好温柔，好少女哦！最近出的宫崎妆面有点多，偶尔来点温柔小姐姐的感觉。我准备今天带着这个妆面去逛超市呢。如果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就看视频吧。今天底妆用兰蔻金纯新款，它现在变方的了。我感觉好像最白色会比旧款的要白一点。我这个是最白100号，里面看上去干净很多。以前那个用的快啊，可能是因为它不太好挤出来。我把它反过来嘛，因为太贵了。我翻过来之后发现里面还有好多精华呀。这个100号色号我比较喜欢，比老款要好。老款那个有点偏粉，你看这个颜色好中性哦，又不偏粉也不偏黄，很适合我哎。比之前好占取很多。颜色的话，我下次视频里是给你们看对比。但是它这个新款的绒布粉扑变成一般的气垫粉扑了，它不是毛茸茸的那个了，好难过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成本太高吗？兰蔻金纯系列我还是很喜欢的，防晒也好用，护肤品也好用。你看老板都被我翻过来了，好恶心啊！哈哈哈。新版的正面也比老板的正面看上去干净舒服很多，它这个是圆厚，这个是方薄，薄了这么多呢。给你们看过妆感，就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好。这个雪花秀的用完之后，这个脸油润的不行，好像比我用水加油要看上去光泽度好哈。然后再拿我这个遮瑕超好的 Cover Mark 粉霜，这个用的时候啊，还是建议表层这样刮掉一点，之后就是这种水水的质地。像我眼下这块区域就特别难遮掉，只有这种膏体的才能遮，但很多膏体吧真的容易斑驳，也容易显纹，那这个就不会，遮得又很实，而且还有提亮效果，整张脸它都可以用。它不是遮瑕膏，它本来就是粉底霜，所以质地会比遮瑕膏要润很多。 Cover Mark 的成分也很好，像我这种现在痘痘皮就比较喜欢，它不会闷痘，毁死我了。然后里面还长了个口腔溃疡，好痛啊，里外都疼。这遮瑕膏就是超省上妆时间的，一次性就能盖好，不用反反复复的去盖很久。哇，现在整个脸像猪刚裂。先拿开发框最浅色的这个去打一遍修容。莫邪的修容颜色呢是这种淡淡的，好卡哇伊的脸啊。鼻梁好细哦，鼻头好小哦，又小又短。很温柔，很温柔的样子。再拿中间深一点这样去勾勒一下，光整体打一个阴暗面是打不出那种层次感，所以要有深有浅。你看这样是不是层次感就比这边强，对吧？这边看上去更凹。你看这边立体感就好强哦，然后这上面稍微跟上一点，但不能比这道线要深，这样才有种渐变层次感。你们看这蚊子块越来越大了，哎，真影响我的发挥。好，接着来先上眼影嘛，慢点画眉毛。眼影用的是 S02号的捉迷藏，哦 S03号的捉迷藏，真也说瞎话了。它这颗眼影对吧，你看上去是这样子，抹出来是橘色的耶，这颗很偏膏体，橘色里面带了点金色的偏光，这个很好看。就把双眼皮褶皱全部铺满，膏体类的眼影呢，你可以用一把稍微硬一点刷，这样上色会比较实一点。接着呢，拿这颗 G09 叫甜蜜告白，哈哈，跟杰伦那首歌有点像啊。这个颜色的红红的，红里带偏光，它这个牌子的单色眼影偏光都做得非常好看。然后拿它涂在眼尾的地方，因为还是要这种温柔感，它眼尾还是有点下降的，所以眼尾你画的时候呢，也是顺势向下画，这样从后往前晕，晕到瞳孔外侧这边，看到吗？就有个渐变感。它里面用的比较玫红一点的颜色，我觉得这颜色比较鲜一点，跟橘色
就比较搭。好，接着呢，它这边要向外晕，很温柔的向上晕，不要那种边界很实的这样晕。莫耶的妆面就是很温柔，很小女生，有点可爱的感觉。要晕出眼皮脂肪区，这里不是眼皮脂肪吗？要晕出去一点，看上去眼皮脂肪没那么严重。然后再用点 M01 这个葡萄夹子色，它是这种颜色，看到吗？晕在这块区域。那它整个眉骨下方是有颜色的，接着呢再叠深这个红色部分，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去加。这个帮别人画更好画，因为眼睛闭上更好画这个。前面第一层橘色也要跟上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橘颜色很好看，所以我想多一点。接着呢，拿这个 M02 焦糖松果这颜色，就这种深棕色，要描绘一下它的下眼影。发现这种漫画类的人物啊，或者是要显可爱的眼型啊，他们眼下都会有一道这样深深的，会有扩外眼角的感觉。因为我的眼型是向上飞的嘛，所以我平时想要画卡哇一点，这笔是绝对不会省。这招是最自然的扩外眼角的方法了，就是眼睛看上去就大好多啊。它是眼睛缝这里有一条干净的地方。差不多这样，所以放大的混气眼，用同样的颜色画一下上眼线，先从后往前扫，接着呢顺势再这样拉长，长出的位置呢比下眼影这边多出去一点点就好了。接着拿个黑色的眼线，在睫毛根部的地方拉一道，然后两个颜色融合一下，这种就有立体感一点，就跟眉毛一样的，我上面的颜色用浅的，然后底下这条勾边，这样就立体感一点。边界嘛不能实实的，所以拿那个第一个颜色稍微带一下，眼影向上飞，眼线向下降，就完全没有那种像狐狸一样的媚感。接着呢拿 TF 的这一盘，我最近最爱的一个色号里面的金色闪片，因为它这个金很好看，而且大哥我最近比较爱黄色，然后叠在眼中央双眼皮区域的眼中央，一下子就赋予了灵魂，赋予了生命。我觉得我的双眼皮好像够宽了哈，这么画起来感觉双眼皮特别宽。其实双眼皮褶皱里面你加提亮色，对吧，就会把双眼皮变宽的，让它成一个晶晶的效果就好。接着呢眼头部分稍微加一点这个咖啡色，反正用的用了，稍微带两笔来点层次感就好。再拿刚刚的亮片画在卧蚕这里，它这条卧蚕不会很宽，所以下手轻点，然后前面稍稍来一点，咱本定个妆，不然那种大区域腮红不太好扫。先上一个，我取名叫它麻辣唇釉，真的很像麻辣唇釉，但是它晚上厚涂，第二天死皮真的掉得很快，就热水一搓全不下来那种，而且我嘴唇真的越来越红盈的，你们觉得吗？我就觉得我嘴巴变大了，这样涂上真的很麻辣，用一段时间你的嘴唇真的会嘟嘟的，我店长爱死它了。然后拿我上次从日本买的这个牌子的眼线笔，它一共呢我买了三个颜色啊，一个深咖色，然后一个超漆黑，然后一个黑色，我觉得今天用这种深咖的就够了，它的深咖还蛮黑的。这牌子最近在日本也很火，然后用下来呢它确实是非常防晕的，我用那个超漆黑都不晕。你看等它干了之后它就很牢，像日本最新的眼线笔它现在都是防油又防水了，上面加深了之后下面也要再加一笔。它眼头这里还是有点宽的，所以拿深灰色的眼影去画。要开始画眉毛了，还是用 Anastasia 这个万能的眉粉盘，还是用 Soft Brown 这个吧，它的眉弓线呢是比较圆润一点的，眉头很圆润，眉尾呢去平直状态，它是这样子一道下来的，眉尾看不见，我只能靠想象了，猜它应该是这样圆溜溜的下来，你看这样就有一种就弯下来的感觉。眉毛这东西不要填得太实啊，稍微虚一点才会自然看上去，这样其实型就已经很好看。然后再拿小一点的刷子去把这种没有毛的地方还有眉弓线的地方填实一点，这里是整条眉毛最需要实的地方，特别是画有一点向下降的眉毛，你们眉峰这边最好就不要太动它，眉峰一动吧就很 man， 就太有棱有角了，然后眉尾太实了，让它虚一点，都轻一点，擦的时候也轻一点，这样不容易蹭坏粉底。你看这样一个眉毛就虚虚的，又一条看上去就很精致啊，是不是？眉头呢最好也是这种弯弯的，整条这样弯下来就显得很可爱，没有红鸡心，然后竖着吧，很明显的眉毛空缺，稍微填一填。它这个卧蚕这个沟啊一点都没有的，拿个局部的把这里再夹翘一点，哇好翘，先刷一个睫毛膏打底，这样
卷翘的保持久一点，下睫毛要来一点，再拿这个高跟鞋睫毛膏涂一。美死了，这种橘橘红红黄黄的颜色就很好看。快看梅嫂修容我这圆润的小脸蛋，我觉得还挺像上半部分，就是我脸馋了一点。嗯，还有个腮红，它是那种棕棕的橘橘的，拿 LA Girl 这482这个色号棕棕的，就这颜色，这颜色太橘了一点，但也可以用，就是自由野 328B 这颜色，就之前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先用 LA 这个颜色从侧面开始扫，顺便把眼下这种地方啊都填填满，因为它眼下这块都是有颜色的。看没，就是腮红跟眼影衔接的那种感觉。只可惜它刘海这样挡住了吧，我后半部分看不见，只能靠想象了。所以这里还是不要有明显的分界线比较好看。这种大片的腮红啊，你要么就是像我这样上定妆粉，要么呢就是上那种腮红膏，否则就根本晕不出来，整片卡住。然后呢，这边也有一点，游戏人物嘛，对吧？他们的片状感是比较强一点的。你看这种画法就是也显肉的，我整片区域的腮红包括这块凹陷处我也画到了，但是你就是不觉得我的脸很凹。首先呢，修容侧脸就不要打了，然后靠这一大块成片的去画出一个又有点立体但是又不会显凹的一个蓬蓬感，再扫一点 328B 这个颜色。拿 Too Faced 的这款高光，它是那种粉晶的，就比较适合打造那种少女感的很不夸张的粉晶。原来这鼻梁太细了，再往里扫点。接着我要来上一款新款唇釉，就是这个，我叫它水晶玻璃唇釉，因为它质感非常非常特别。我试给你看，一共呢有五个颜色，它其中有一支是黄色的，这支黄色呢是用来叠加的，但是它真的是叠在每支颜色上面都很好看，很神奇的啊！你们看啊，一开始呢是普通的唇釉，一般呢上唇5到10分钟以后，它完全会变，质地也会变，颜色也会变，它是根据每个人的嘴唇 pH 值来变的。这支是 Touch 色号，这支颜色很漂亮，你看它已经慢慢有点变水润了。你再等它一下啊，它所有唇釉的颜色呢都会在这里贴标的，底下呢是它的色号，所以是比较贴心的，一眼就看得出它的颜色。哇，你看这颜色已经开始有点变了，看到吗？它过一会儿会变成那种水晶玻璃质感，超好看。这个 Touch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它是非常温柔的奶油橘颜色，就裸裸的嘛。接着呢是这个颜色 Arash 这个颜色，这支呢你看唇釉管身它是有点发霉的，对吧？但出来它一点霉掉都没有的，其实里面液体你看上去也是有一点点发霉掉的，可是上唇过一会儿会非常好看，整个是一个水红色的，再加上它的质地啊，这个出来的水红感跟里面加珠光颗粒的水红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看其他这两个颜色质地已经开始变了，看到吗？它已经变得很水润了，就是那种水晶玻璃感的，好好看。这黄色叠涂很多颜色都非常好看，我一般喜欢这两个颜色叠涂，很好看。接着呢是这支 A Glance， 它是一支干玫瑰色的，刷头也是比较有弧度的那种，很贴合嘴唇的。哎呀，吃不下了，炸锅哦！这支颜色我小伙伴涂出来特别漂亮，它过一会儿会变成那种干玫瑰色，然后最后一支呢是这种浆果色，最深的一支颜色，但是它变完色很美，看到吗？是这样子的。它这支抹出来就比其他支会水润一点，它有点发霉掉，你看第二支已经比前面不一样了吧，它已经开始发点棕掉了。这支好好看的，我很喜欢。我今天先涂这个奶油橘跟这个干玫瑰颜色叠涂给你们看，下次我试这支和这支给你们看，也巨好看。然后我涂完正好去做个头发，它正好会显出来了，涂上就是很水润很水润的质地，不会觉得嘴唇很干的，就感觉整个嘴唇是湿湿的。它这质地真的太神奇了，变色我就不稀奇了，主要是质地它也会变，它慢慢的会变成水晶感，而且它是有染色效果的，所以持久度很高。哇，美死了。中间再涂一点干玫瑰舍，最重要是它这种水晶玻璃感还不黏腻。你看手上全部都会变色，看到吗？而且质感都会变成这种水晶玻璃感，好水光啊，不容易掉的这种水光。你看在我唇上已经开始变色了，但黄色在我嘴唇上变得也很好看。我先去做个头发，最后给你们看变完那个效果。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曼丹的卸妆巾啊，你看它染色效果蛮强的，卸妆巾要擦一会儿呢。哦，看到吗？变色变成这样的，好好看啊。它这个干玫瑰变色变得超好看，是不是？哦，好想亲哦。
哦，太美了。我还是把双眼皮贴出来了一点，感觉这样眼睛显得大一点，贴好眼睛像一点，但是感觉中庭好像有那么点长哈。给你们看这唇釉现在好美哦。我准备这边再加点修容，眼睛离鼻子有点远，妆吧还是适合自己比较重要。这里加点，现在嘴唇嘟一点。好美呀，你看到现在都有一个多小时了，哦，一个小时吧，还是很水润，而且它这个涂咬唇会比其他的唇釉涂出来的咬唇更有晕染感一点，渐变感非常好看，主要是水水嘟嘟的，就很想亲自己一口，看到没，这种水晶玻璃唇感，你看这个渐变效果真的美死了。听说经调查表示，男生都喜欢女生用这种水嘟嘟的，不是那种哑光的唇釉，可能这样嘟嘟的会很想亲一枚。今天这样子画的话，显得我脸都圆润，就没有那么尖。我舍不得擦掉了，但是还是想给你们试一下。我舍不得。哦，对，忘记给你们看了，它是我上嘴唇没卸啊，你看啊，按两下，手指上会掉一点点，看到吗？嘴唇上面还是会有颜色的。大概持妆的时间是5个小时左右，它不会像染唇液一样染得那么死，然后让嘴皮会变得很干。它是在这种玻璃唇感里面，持久度算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基本上是蹭不怎么下来的，最多就一点点，你看到吗？就一点点，是一个 rush 给你们看，水红色。但是每个人的嘴唇试出来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差别，毕竟每个人嘴唇的 pH 值不一样。它叠两层和叠一层的颜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到吗？但是啊，它叠深了之后的水润感出来的感觉更漂亮，很水很水，这个才叫水红色。而且这种质地特别适合涂那种边界不是很清晰的，它单支都可以让你涂出那种咬唇渐变感，这个颜色比手臂试色出来的要美，嗯，水晶感。你看它的那个粘度，我涂的这么厚，就也只是这样子一个粘度，一般都会。你懂吧，就感觉很黏腻的，这质地我太喜欢了，哇，越来越亮了。我涂了将近3层了吧，它也就还好，有一点点，涂单层是完全没有黏腻感的，特别诱人，很想亲自己一口。你看这个颜色又比较深，所以染唇就蛮难擦掉的，我是用湿纸巾擦的，擦了3-4遍，大概还剩这么多。然后这里前面扯嘴皮子的时候被我扯破了，好吞。接着来给你们试一遍酱紫色啊，佳能的相机就是一道紫色吧，它就有点偏，其实它是发紫的，但镜头里看就很红，但这个紫又不是那种娘娘紫，它确实就是很准的那种日杂的酱果色，这颜色很工气，然后等它慢慢变水润。你看这种唇膏涂咬唇的话，就显得这个玻璃质感特别明显，这个颜色比较适合秋天一点，好诱人啊。啊，它还不粘牙，我怎么涂？你看我牙上面都没有，越来越水晶了。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用黄色的唇釉，前面不是把那个酱果色的颜色擦掉之后，还有点染色效果嘛？然后再涂了这个黄色的，你看，就有点渐变的金属感，有没有？然后它擦上的就是很黄黄的，但是你不要害怕，它过了一会儿会儿，它马上就会融合，然后变成这种水晶质地的，而且很好看，它会有点那种黄黄的偏光。哦，怎么会这么美？好夕阳，好落日，是很美。拿出来呢，它就是很黄的，你抹上的也是很黄的，但是过一会儿会儿，它就会变成渐变色。哇，这颜色太美了。然后我在上面再加点奶油橘，这个黄色就是用来叠涂的，它无论配哪个颜色都很好看。我明天给你们拍个青椒土豆丝儿妆啊。让你们看一下黄色配奶油橘，我跟你们讲，这个黄是我最喜欢的，其实奶油橘跟黄色这两个颜色超爱，比水红色还爱，这种颜色加上这种水晶感的质地，哦，然后它还有其他玻璃唇釉达不到的那种持妆感，又比一般的染唇液质地要漂亮很多，所以简直是黑科技完美。哦，看看这个夕阳落日的颜色，随便抹两下就好美啊，好温柔哦，越来越亮了，你看嘴唇掉皮了，你看涂出来的颜色都那么好看。它这个配方里面有含高折射光率的油脂的，所以就比一般的唇釉要亮很多，水嘟嘟的，嘟嘟嘟嘟嘟嘟，是不是越来越亮了，好像夕阳的颜色哦。